张照片，这是我们三十年在拉斯维加斯的来参加的同学的合照。还有好自己再介绍一次我们的麦。那我就先代表先讲，就是前一两个月我的这张我的新的家庭成员，两个月前我的女儿，这是我女儿博谦，老二成婚了，我升级了，现在是丈母娘了。这样在那个巴厘岛，印尼的巴厘岛结婚，在印度洋边的。结婚的这样的女儿，然后这左边的是我的儿子，就是在二十年我们团聚的时候，你看我那时候怀孕，现在他二十岁了。王秀珍，王秀珍，大概去三十届的同学，大家会认得我。40年前，这是40年前的照片，在东海的时候，有一天。赖明亮跑到女生宿舍找林毅跟我，因为我们第二天就不用上课了，我们就去爬山了。哇，我们怎么不知道？ Okay, 没有人知道，所以我们那时候像秋高这样子没有回来就今天你们就看不到我们了。OK， 所以我们40年上去，我就说我这张照片我一直很珍藏这张照片。因为这张照片跟我的人生的旅程有一点相像 ，OK， 因为我们去的时候一点准备都没有，我跟林丽两个没有爬过什么大山，就是爬一个小山，这是雪山 ，OK， 所以我们两个就带着斗笠，穿个布鞋，我们就跟他们这些人上去了 ，OK， 我们走了大概一个钟头，我爬不上去了，喘不过来，所以我就开始哭了，我说我不上去，你们上去。他就骗我说我们不下来这里了，我们从另外一个山下去。所以那些老农民，因为在武林农场，那时候都是农民，所以他说那些农民很不好，所以你必须要跟我们上去。所以我就哭着跟他们上去。但是我就说我回顾过来，就是说我们上去了之后，到了369的时候，过去就一路很平，就是觉得五秒钟你结束。OK， 谢谢。我有两个小孩，一个男生一个女生，我的老二现在才高一，所以我还是在努力中。谢谢。不要管他了。本尊就在那个分身，不要看了、啊，就在这里看了，就欢迎在此了 啊！所以对不起，我现在祝福大家，50年以后我们大家再聚一次，保重身体，谢谢。后面我两张照片修一下好不好？对不起，两张，第一张我都只是很快的想看一下，当年我们也年轻过，也漂亮过啊。第二张是说我们那个寝室，我们51寝室的时候，在1998年，就是26年后，在 Vancouver 的一个 reunion， 也是我们唯一一次全寝室都到齐的那一次，有社会系的莫莉莉，她今天来了，还有我们系的林丽丽，历史系的张怡云，还有外文系的陈安琪，现在当然又再看的话，又比这个时候又不一样了一点。不过这也是我们唯一一次能够做成，就达成了全部都到齐了的人。我注意到那个腿都非常的长。想当年是裙子短。其实这有个秘诀啊。在办公室里面、啊、不苟言笑，岁月就不会留下痕迹。可是、啊、跟同事在一起非常开心，真的非常开心。好、啊，那你一定要知道，我们非常的开心。一到在一起的话，什么无所不谈，非常开心。那明年就差不多63了，很快，岁月很快。刚才看到那个已经过世的同学。那我有一点点感伤哈，因为我也曾经在手术房里面奋斗了17个小时。那健康非常的重要，所以从此改变人生，改变人生。那也要奉劝各位，
工作归工作，真的身体健康非常的重要，谢谢。这张相片我自己都不认识自己啊，今天很高兴呢，来参加这个机会。我有今天最高兴的三个事情，第一个就是可以见到好几个我好想见到的老师，包括那个周老师，还有郭永志老师。第二个呢，见到很多老同学，见面的时候你说名字跟人呢都对不起来。那最后一个呢，今天感觉到可以胡说八道，因为都是同学，平常讲话呢不能够胡说八道，那今天呢感觉都可以胡说八道，谢谢。还有请问上面经理，各位先生、各位女士、各位校长、各位董事长，欢迎，已经好那么久的事情，像古史嘛。底下祝各位身体健康，事事如意。今天看到好多老同学，真的很开心。四十年了，其实有很多人都不太一样的。可是当你看他看久了以后，你突然发觉还是有他的那个样子在里面，真的是非常开心。希望我们有下一次的聚会，谢谢。